有瓜有沫，那行吧。嗯，好。输了，老铁，太棒了啊！抱个大爆头。哇塞，这个头2斤正差不多。嗯，给大米，大米是它的籽，它的卵，特别香。嗯，满满的都是啊！喜欢的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啊！谢谢了啊！吃爆头啊，老铁们！好，腿也特别长。嗯，有点烫。喜欢吃啊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。吃个超级大的大爆头啊，看看大不大？哎呦，全是沫和黄，有点烫，太烫了，把这手都粘黑了。嗯，太烫。喜欢吃的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。都开始了，快啊！香不香？香。嗯，还有大米。有没有认识这个的？这个叫帝王蟹啊，都说我这帝王蟹是老演员了，今天就把它给造了。帝王蟹就吃它的腿，腿里的肉好吃，就吃它的腿里的肉，加点汤。铁子们，来爆个头啊！长腿八爪鱼，这是带沫带黄啊，没沫啊，有黄。嗯，带拉丝。喜欢吃的啊，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，谢谢啊！开饭了啊！这个海五星。还有剩都是5条腿啊，这还剩3条腿，里边全是籽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籽特别香啊，嗯，有没有喜欢？来了，老铁，好久不见啊，今天来过硬了，江上爆锅啊，哎呦喂，来过硬货，帝王蟹。能下咽，哎呦，白不瞪啊，喜欢吃的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，谢谢啊，同学们。哦，老铁们，海鲜小锅熟了啊。一个帝王蟹，一个大龙虾，来现造大龙虾。把它洗。
吸出来啊，能吸出来，老铁们给我个关注，给个双击啊。嗯，站在里面了。过年了，咱家老铁来一锅好的哈，来一锅硬的。哎，还来个海五星啊，海绵宝宝的好兄弟。哎呦，原是黑籽儿。哎呦，看看每一个的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海五星里面的籽怎么成黑色的？之前是白，之前是开放啊。嗯，整锅好的啊！哎，先吃个大海螺，把它盖揭掉啊！哎呦，随着它的螺纹转啊，咦，哎，黄转出来了，黄海螺的黄特别的香啊，特别的好吃。然后剩下的是它是整个肉。这里有个苦胆不能吃啊。嗯，喜欢吃的啊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啊，谢谢啊。开饭了，老铁们！哎呀，大龙虾待会再吃哈，先吃个海鲜中的极品大鲍鱼。哎呦，鲍鱼啊，这吃这片前面一块肉啊，然后这里边是内脏，不要吃啊！啊，就吃它这一块肉。喜欢吃的啊，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啊！谢谢咱家老铁啊！这边是这样，老肥了这边。啊，都是黄，特别香。喜欢吃的家人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谢谢啊！给老铁们整一个大海参，看到没有？咱家老铁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海参？吃它啊，生呛它。嗯，哎呀，特别脆。喜欢吃的家人给个双击啊！家人们，这个叫大绿贝啊，看它壳挺大哈，给你看看它到底坑不坑人啊？哎，是不是特别惊喜啊？而且特别惊吓，是不是？这么大的壳，只有这一丢丢的肉哈，一半还不能吃，这个都不能吃哈。对比一下，是不是受到伤害了呀？家人们给个关注啊，一定要给个关注。不过特别好吃，谢谢了。家人们，今天来个鱿鱼包饭，有没有吃过？哎呀，嘿，喜欢吃的家人给个双击啊，给个关注。有黄有墨啊，喜欢吃的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啊，谢谢了啊。嗯，黄特别香啊。哎，抱个头，腿特别长啊，大长腿。嗯，有点烫。有黄有墨，喜欢吃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。这个黄特别香，有没有认识这个东西的？这叫猫眼螺，黄了，
黄特别香。想不想吃？想吃的对他戳两下，给个小红心，谢谢啊！吃个小迷你，里面有大米，看看夜明珠，大米是它的籽。喜欢吃的家人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，谢谢啊！这么大的龙虾肉，嗯，莲花花子肉特别好吃，有没有想吃的？嗯，特别过瘾啊！而且嘛，给个关注，给个双击，谢谢啊，给一个。来了，老铁们。一锅硬的哈，来个海螺，旋转啊，就出来了。这是它的苦胆啊，别吃啊，摘掉。哎呀，有点冷啊，海边。这是它肝，要挤出来，剩下都可以吃了啊，加点料。嗯，喜不喜欢吃？想不想吃？想吃的给个关注啊，给个双击，谢谢啊！一个大爆头，一个大鱿鱼，你们喜欢吃哪个？喜欢吃哪个对着哪个点一下，正在直播，直播间吃给你看。熟了，老铁，开饭了！哎呦，把摄影师给吓一跳。今天奢侈一下啊，吃个大帝王蟹。帝王蟹啊，就吃它的腿。哎呀，想不想吃，老铁们？想吃的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。有时间来我请客啊。